哇，来的非常合适，自罚一杯快。自罚一杯，先罚一杯吧，自罚一杯吧，要不然雪碧，雪碧，每个人都要喝一杯，汽水刚来的。他免疫了，他破了，他就给他那什么了，对，他破了，破了，啊，免疫，免疫啊，我挺口渴的，哇，先你免疫，有点，不用夸你，有点东西，就是龟苓膏加汽水。龟苓膏加汽水，有点东西。我觉得是汽水加盐，还有点咸咸的。气泡加盐，再加一个龟苓膏在里面。你好白哦。然后他们谁是广东的喝凉茶，他怎么会夸这个？该他了，该他了，对吧？哦、我还你不用夸了，夸一下嘛。啊，挺对，就是刚刚说了，就是他很会交朋友嘛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心地善良，他是不会让朋友喝这种东西的。我其实不怎么善良。我李李嘴唇有点干了，我在这近距离的观看，得喝点水。干。还好吧，你就把它想象成龟苓膏就行。就是像，等等，好吧。但是它有种真的是啊，反正只有龟苓膏反胃的感觉，但是凉席，就是那种夏天睡的那种凉席，但是它常温的凉席，它挺温，它常温有点难接受，但是我觉得冰过会好喝一点。冰的凉席，冰的凉席，咸咸的有点味精的感觉。没事。坐下来，那洪俊阳是坐这儿是吗？对，周杰威，可以，坐这儿。那个叫啥？那现在就进入下一个环节了吧？那其实他都不用夸，他直接干了。夸啥东西啊？不用夸，夸是啥？刚刚他们是都夸我，然后我不满意，直接喝那个。那我喝了呀。这次不用夸了嘛？这心照不宣，夸啥夸？没人几天吗？你人几天了？还有流程呢？对，有流程，必须要走流程。干嘛呀？好，只有我知道，请啊？为什么吐槽我？请吐槽施展一件事情，要得到本人认证，否则会受到气锤击打，并喝下味觉考验。他们不怕这个了？什么呢？换个味觉考验。不怕的。有。味觉考验吃屎吧？哇！啊？什么？好什么？你是什么？你打错人了。我打错。嗯。什么？你是说什么？味觉考验吗？味觉考验，味觉考验。厕所，干嘛？哦，那个，就每个人吐槽一下，那就从那边开始了吧。这么快？吐槽一些。吐槽是吧？对，吐槽呢？要受到我本人认证，就说我要觉得你的吐槽好不好？不好的话，味觉考验的话，我不说别的吧，就。要一瓶，好，你来吧。施展这个人金正，对朋友不太管用。你要说一件事情。对，我正准备说这个事情。施展对朋友不太关心，因为他让他的朋友喝那个神仙什么水，神仙水，怎么样？喝吧。好的。我的天哪，凉席是要得到凉席，哎，是这个吐槽是要他认可，对他认可你的吐槽，就不认可你，那还是要夸他，其实对吧？真的。哇，这个游戏有什么意义？是我们在喝，你干嘛呢？对啊，为什么今天过生日的歌？你试试看。我不喝吗？你喝吗？啊，我下了几杯了，我跟你说。我觉得好恶心。你喝几杯了？没喝。我喝了一小口。好，该你了。我吐槽一下施展啊。你好，你说认真吐槽，只要是真实的事情，我就不那个。昨天看。哈哈哈哈哈！想的都是虚假的事情。下一下吧，我想到你好帅、啊。喝，没有，我让我吐槽一件事情，施展是不是必迟到？就是施展就是基本上两点的事儿，他一定得三点半到。真的，他默默的干了的，他干了。今天，但是今天施展第一个到，我们全迟到了。这出来混都是要还的，你知道吗？有，过了，你说，哎，你喝呀，过了，你不用喝。过了我喝了，他说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家里面包的汤，蛇草水配鸡汤应该挺配的吧？蹄花汤，好啊，可以试试。你给我兑点雪碧呗。没有雪碧，有雪碧那边的。这是惩罚的，不能喝。买了一箱蛇草水。好，
好，该你说，你先说。结束了，我搬回家去。施展有一个毛病，他就是有时候反应不会特别长，而且别人有时候听说话他听不见的。卡吗？现在说话你会听不见。你爸妈问一下这个事情。我说那天偷偷跟我讲了，他那天吃饭的时候跟我讲。行行行，算你过好吧，确实。好卡，怎么会这样？可能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对，我下次估计是没有。应该是没有。下次不理我，我就喊你聋子。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啊？又打了。你说。白来了一群又。吐槽。吐槽。师长啊，他那个头发。他还是头发。自从我认识他，这个只有麦克风。这不认真了，我跟你说。反正我认识的师长那个发型是从来没有变过的，除了有一次在成都场染了个蓝头发，是吧？对。然后我变过好吗？那还是刘海子变过。我感觉我每次都变过。师长，师长变过，变过。师长的变是怎么变？对对对对，最上面这根毛今天是怎样的？发型纹理的变化，这你都不懂的细节，细节对是是、啊，细节就是有些细节很重要。是啊，是不是很细节？师长弄过一次最最最大改变的，就是他曾跟那个我们以前的发型师说，我今天要弄个小括号。是啊，弄过。这个人说小括号是什么呀？哇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的，下一个可以。还有一次超级精英运动会跑步的时候，他在我旁边在那看吗？嗯，跑步。我在给你解说呢。对，我知道他在那解说。是啥呀？是啥呀？对啊，那跑步的时候不是那个头发就已经那个。说最后已经没有力气了，说我最后已经没有力气了，说你看他最后已经没有力气了，我最后已经快死去了。快裂开了！快吐槽！快吐槽！我，哎呀，我最不擅长的就是吐槽哎。哎呦！那你就赞美啊，你赞美。没有，我已经赞美过了啊，那我来吐槽一下吧。哎呀，这吐槽呢，就是那个。吐槽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施展长得太帅了，就是人见人爱的那种，对。好棒。就是别人只看到他，看不到我们，好烦呐、啊！都很想吐槽他这个。就是太抢风头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你这是什么？然后就想说你长得太……这个是变相的赞美吐槽，好吗？变相的赞美吐槽，舒服啊？怎么舒服吧？他舒服，他舒服，舒服，那就吹一瓶吧。什么？舌骚，舒服，他吹好，舒服，可以吗？来到我是吗？他绝对要来，就大喇叭嘛，没事就。就什么怎么样，我就把这个音箱，把这个电视吃下去那种。一次没吃过。对对，一次没吃过。吃过。什么时候？等他吃过一次的时候啊，我觉得这个就起来了。来吃。是不是嘛？你说是不是嘛？吃过，我咬。大厂的时候说过要吃过。我咬不动啊！你要吃过，你还错过在这儿。哎，你可以把用巧克力做成什么？我看过那个。哦，我看到那个巧克力做的那种桌子。对对对。吃了。就吃那个。那个脏的吧。干嘛？哦，我知道，哎。干嘛？没干了，没干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没干了，没干了。啊。没干了，没干了。我弟不要自己坐那么远，过来一点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不行了。想让我们？你怎么知道啊？你不知道这个规矩的呀？咋了？没有啊，大家小时候都玩过。一二的人小时候玩过。对啊。哎，哇！他走进来的时候，我说这是谁呀？哇！这是谁呀？哇哇！这里，精神小伙。这里给你留着，给你留着。我曾经在上面。上面。上个厕所，哇，精神小伙，洋洋可以，精神小伙可以哦，他在那笑，洋洋可以，栗子头，洋洋是，栗子头，他是不是最近看的那个什么，变帅了啊，李太栗子，栗子头，对，栗子，栗子举着，栗子举着手机照了一个栗子头，老可以了，这什么呀？哦，蹄花汤，喝一杯。打的突然，我以为是鸡。你刚刚说了第二张是蹄花汤。哦，对了，我都忘了。你在突然，我想喝突然。待会儿。他坐地铁来的。从地铁来。我打开了，我给你打开了。太堵了，你快！那你没有被人围吗？啪！
啊，我是素人，你这个抢人风头的坏家伙。我是素人，他家的这个汤就在那做今天。有啊，本来有。也给他。他不给，他要还的。啊，没有。哎，很香呀。对呀、啊，好不好？还有吃火锅。对，还有吃火锅。好，那第三轮游戏那就等胡翔来吧。对，等洋洋。洋洋的。洋洋在厕所看一下他的，已经一生了吧？已经一生了。这个时间长度就是啊，今天超毒，对，就过来了，对吧？超级毒，超级毒，太毒了。所以他坐地铁过来，其实坐地铁过来还好吧？就啊，哎，来，哎，小伙儿。小伙儿，小伙儿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昨天十二点钟，小伙儿给我来了一句：“展哥，啊，啥东西？你要回答问题，自我介绍。”哎，我知道一首歌。应该没有没有没有。哪个时间？哪个时间？哪个环节啊？就今天就祝生日快乐。啊，难得叫一句展哥，他从来没，他是在里面没叫过的啊，不好意思。老奶奶伸过去一招，我看卡住了，你当时卡住过了，过了，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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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一把，来了一把，好了好了，哇，你们是真的，来一起一起，干吧，你俩感情深，刚才卡了好久，不知道，哇哦，对对，会习惯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两个记住，来，玩几轮啊？这个呀，三轮，还有一轮。那说点难的。他们对他们那边。对啊，说点把节奏快起来哟，就说点有意思的。对，可以嘛？什么圆都行嘛。什么圆都行。也不一定是圆啊，就是那个大场圆呐、啊。什么都行，什么都行。可以、啊。什么衣服品牌有什么鞋有什么，这什么都说。青春有你的那衣服品牌有什么？衣服品牌有什么？看着神奇的民宿锅。对，可以哎，可以。什么？青春有自己的可以说吧？可以，可以。可以看谁记得名字最多。一百个人里是吗？好嘞。选手员，选手员，选手员里，选手员。青春有你，选手员里有什么？好，来来来，三二一。一天逛三元，选手里面有谁？姚波兰、李振宁、施明德。王嘉一、管乐、胡俊阳、ODD、音乐剧、柯千宁、吴泽林、赵雨欣、杨幂幂、谢和平、李梦。我说出来了呀。说了什么？李梦，我想说默默的事，我就说，李梦，我说了呀，我已经。来，李梦，喝吧。哇，这一杯还没解决呢。对啊。准备。你的喉结都没动。喉结都没动。这个怎么弄？这个咽下去啊！你有没有？好了，再来啊！还继续啊？不来了。选手啊！啊，要去再来一轮吧。再来一轮的。刚刚那都不能讲。刚刚都不能讲。啊！都记不住了，再来再来嘛，再来嘛。那行。对，可以时间长一点这样。那我先想想。你想没有用。快点开始哦！就要这种感觉，快。来吧，开始吧，师展。师展，快点开始。从来了是吗？嗯。我记忆不好。哎，好吧，来，不管了。好，三二一，走。第一天，放三元，选手员里有什么？嘉义，李文轩，李文赖，李游，曼妮，陈友伟，苏宇航，叶和林，李默，寇松，李文俊。这个，太起了，太快了，后面要跟不上了。就谁讲的深了？太快了吧？耶！耶！给你一次机会。OK， 三二一，走。星期天逛三元，选手园里有什么？孙泽林。大家好。郑楠。叶和林。你要留两个库存的，你得心里想两个。
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来来来，到谁呀？你还是你发，然后只剩我们。不是摇不来，摇不来。啊，摇不来，对对，摇不来，摇不来还没发在。星期天，逛三元，选手眼里有神，李正宁。吴飞，你没在节奏上啊？你是个 rapper， 你竟然不在节奏上？你是 rapper 啊？对不起，你怎么找不到节奏？你 lay back 就算了，你提前，你怎么提前？还有提前拍这个说法？提前。勒了上一个，勒了上一个，淘汰淘汰啊，淘汰 ，rapper 不会节奏淘汰 ，OK， 重新来，下一个。今天放三元，选手眼里有什么？陈友文、李建林、叶展林、管乐、何弟弟、阿宇、吴振林、孙展、林梦、姚文来、孙超然、杨明明、沈金龙、国轩、李建俊、张玉。四个零，一个汉，谢谢，吴江，哎，不要我说了，没说错，没说错，你说什么？他说的是啥？讲，他说的是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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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的要不来，你不是你没说要不来，我说了，你说什么讲讲？直播了，这边的视频有视频的。你刚刚在说话吗？加加，什么加加？那我也说过了，对啊，爷爷，不要玩，不要玩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对吗？没有啊，呀，厉害吗？老公，还有谁？那一二三，就只剩你们四个了。是他，嗯，那开始吧。哎，剩几个？哪几个？四个，四个，四个。从我开始。还有谁啊？丫丫。加油！没了，差不了，不来，他没了，没了。你什么时候没的呀？我比你先没的。接他没接上，我比你先没了。那就三个。是吗？没接上，没接上。要不来，不来啊！到到我了，你要不来。今天逛三元选手员，我看谁先乱说。李振宁，要不来。李文翰，满月，王嘉译，要不来，要不来。哎呀呀呀呀！第一个嘉译，我想是要不来，但是我大脑里面反应过来，哎，要不来刚刚好像说过。要一，感觉呢？好，看看看，两个一对一 battle。星期天逛三元，介绍人力有王康、秦哥、马月、王俊瑞、杨明明、李文翰、李建宁、陈友文。哇！冠军，冠军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来，大家都得一杯吧。打打打！我觉得我可以，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讲话像不像那个？来，一人一杯，喝下这一杯，还有三杯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没听过？一首歌，一首歌。一首歌。没听过。我都行，在船上我看到。等等，我给你意思一下。喝起来吗？卡住了吗？真的假的？不知道。结束了是吧？结束了。结束了。那大家干个杯吧，来。结束了吗？啥？蛋糕。哦哦哦！最后还有炸弹，这是炸弹，这是什么？哎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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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翻过来，翻过来，快乐，让开，让走开。要炸的话，只能离远一点，放这，放这，离远一点，把这个拿开，把这个带气的东西都拿开。怎么不用？解吧。啊，就这样。解呀，我一个。这要用身体扑掉。你要拿这个打危险啊，就是没有气体，万一会炸掉。那就用手打。那我用什么打？就这么呀。对。点吧，现在。快呀，拿我点了。开始了。开始了。就这。是蛋糕，就这，就这。下面一个纸条。不是吧，阿傻！纸条，快点！一口就能吃到满满的幸福。哇哦！一口吃掉它，是吧？这个纸条，双层纸，一口吃掉它，一口吃掉它，不用必须吃啊！哦，不用。你被骗了。你被骗了，这是啥意思啊？这上面写了你被骗了。你看，这个，抠不到，抠。
啥意思啊？什么搞的啥东西？啊！对不起啊！说错话了。你自把你自己啊？你们吃吗？把你的工作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真正的好心在后头。不是你们该吃一口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我还想说你们学长还是这个蛋糕哦，为什么这么火？火光啊！都是什么啊？咱先许愿好不好？对啊，料理火锅底料蛋糕啊！我能尝一下这个花椒吗？等会儿，别等许愿吗？在这呢，许愿先啊，许愿。不好意思。一直许愿出来的。他都不出来的。好。好。我来吹吧，吹什么？要一口气吹完。你吹什么？你别吹。你在吹什么？你吹什么？帮我吹啊！哦，那个，啊，那个，行不行啊？不是大家一起帮忙吹吗？施展不行啊！男人不能不行，快点！不行啊，你看，特别是生日今天，你要一口气吹完呢。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是许了什么愿望啊？这个蜡烛不灭，春风吹又生风。对，你看。是的，一起吹吧。哎呀，吃不了了，这蛋糕。不，这样吧，我们说，不，你就吹，你自己吹，这是你的蛋糕。来吧，快一起吹。哎，我手酸了，吹我吹。你自己吹一个，那喝喝烧水。这个真的是火锅吗？哎呦。看你，你看你。太厉害了吧你们，只要有那个就会重新一点都来了，卡住了，太绝了，辣椒都熟了，我们不理他，是这个蛋糕做的，故意的，我跟你说他们这是故意蛋糕做的，辣椒这真辣椒啊，假辣椒，假辣椒，这蛋糕做的，假的，尝一口，这是真辣椒。愿许好了吗？那啥，许了几个愿？四个，四个，那有两个，有两个是学长，选两个说，选两个说出来。哦，那一个就是，好看，全家人，然后第二个就是，说，你说，忘了，没忘，说，爱，第二个是好起来，这个蜡烛全，有蜡烛要像我们一样，收尾，好，哎。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。他这网站一直不好啊，你确定吗？直接说吗？去哪找火锅？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那没办法。客气，拜拜。